俗话说，做事不怕难，就怕用心中。他每次做课间运动总是全情投入。专注是一种态度。傅园慧作为一名游泳健将，平时只专注于赛场。我游这么快，我很满意。但今天他只专注于歌唱。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，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，秋刀鱼的滋味某个你。太可爱了，洪荒少女，没想到你还是个热场高手啊。太可爱了。至于你的歌声嘛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专注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境界。在专注这件事上，猫爷我说第一，没猫敢认第二。任你抚摸指出，我自岿然不动，45度角望向天空，天空中没有任何痕迹。咱们读一个，但我依然专注。猫爷，您的专注力这么强，敢问是怎么训练的呢？想知道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我昨晚腰诊了。我脖子好痛。这是一只正在全神贯注地看恐怖片的猫咪，面对剧情的升级，它会有何表现呢？ Mrs. Bates， 我怕怕。哎呀，吓死猫了。同样是专注地看恐怖片，狗狗的反应会如何呢？面对如此恐怖的画面，狗狗居然面不改色。多人跳绳不仅考验专注力，更需要队友间的默契配合。哇，行云流水，默契无间，这配合小编服。专注力的运动，现场也来玩玩吧。